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温州的卢美珍。今天很高兴呢，用这种形式跟大家来分享爱多美的大众精品。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大海上飞翔的燕子黄海燕。美珍老师来自于南方，我来自于北方。今天我们就来一个南北方结合版的大众精品的演绎吧。我觉得特别好。感谢海燕老师啊，今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海燕老师，我特别的好奇啊，因为之前也听过你的故事了，就说你很早以前就开始接触到爱多美。那爱多美到底是哪一些吸引了你，你会来经营爱多美，然后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呗。我是从2014年开始使用爱多美产品的。哇，那么早啊。是啊。当时吸引我的是爱多美的洁面护肤四件套和基础护肤六件套。我当时接到产品的时候，被爱多美产品的简洁的干净的大气的外包装所吸引。当我使用了产品以后，那种亲肤度啊，柔和度啊，还有那种超强的渗透力，我就很感动这款产品。是是是。当我用了4个月左右的时候，我脸上的大红脸就开始得到了改善。对，那当我询问了产品价格的时候，我就被这种价格完全的颠覆了我的消费观。我就想，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便宜又好用的产品呢？我就想，如果这么好用的产品又这么便宜，将来有一天流通到中国以后，一定会席卷中国市场的。所以我就认真的开始来体验和了解爱多美的产品。那我用一款喜爱一款，喜爱一款就分享一款。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使用了爱多美近200多款的产品了。哇，那么多种。是啊，我在使用爱多美产品这几年当中，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了。没错。我身边的好多的朋友都因为我皮肤的改善，都开始换了品牌了。那美珍老师你呢？我呀，我其实跟你也是一样的，当时也是被爱多美的这种大众精品这种产品给惊讶到了。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爱多美的这种洗面奶只要60块钱，然后呢7块钱的牙刷又精致又精美。是。然后呢蜂胶牙膏200克只要26块钱。是。我记得几年前我去那个澳大利亚的时候买过120克的蜂胶牙膏就100多块钱。所以当时我拿到洁面护肤四件套的时候，我觉得过了很久我才开始体验。因为我觉得真的太便宜了，我都不敢去尝试。但是试想着到现在，我从早上加一下啊，我现在用的产品还真的不比董事长少呢。是吗？对呀。所以回想起我当时最初衷，真的是被爱多美的这种产品，被爱多美的大众精品所吸引。因为我之前选择的公司，因为我在这个行业很多年了，然后呢之前选择的公司的产品呢都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能够让身边的经销商以及经销商的家人，还有经销商的一些会员还有会员的家人不能持续的消费。我就觉得一款好的产品如果仅仅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能够让消费者持续消费的时候，那今天未来的所谓的市场那肯定也是很难保障的。所以当时的时候爱多美呢真的被吸引了。而爱多美的大众精品呢就意味着大众精品这4个字，大众普通的老百姓可以拥有的名品，所有的消费者可以用得起的。然后有一句话叫最好的营销战略呢就是产品的品质，我特别认同这句话。那所以说不需要过多的说明，也不需要过多的说服，那这样的话消费者就自然的去购物，然后重复的购买。所以说这也是我当初选择爱多美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因为我曾经走过来之后，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特别的重要，我特别的喜欢。是啊，美珍老师很有同感。嗯，好的产品自己就会说话。是的。那顾客用上了好的产品以后，自己就会主动的来复购。嗯，那像从前呢，我也来经营，我也在销售产品的时候，那我身边很多的朋友都是会看面子，然后来购买一些产品。嗯，这样就会让我很尴尬。嗯，那但是他用上产品以后呢，又很难去再次的产生复购。那也这也源于一个公司对于产品的品质和价格的一个定位。嗯，那不知道美珍老师之前有没有去过商场购买过护肤品呢？那肯定有啊。对，那您知道商场里的一些大的品牌多是出自于哪里吗？了解了一些些，我想听你说一下。
其实商场里边的很多的大的品牌多是出自于韩国的科马集团啊。韩国科马集团它其实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化妆品的生产加工厂，商场里很多的品牌都是出自于那里。那我们爱多美的产品也是出自于那里。真的好棒。我们爱多美的产品出自于韩国科马集团和韩国的原子力研究院共同出资成立的韩国科马 PNH。那如果你不知道韩国的原子力研究院，就把它想象成中国的中科院就好了。那里有很多的高精尖的科学家为我们研发生物技术。如果你知道了我们强大的研发和生产背景的话，是不是对我们的产品就更加有信心了？是啊是啊，听过来觉得特别的棒哦。爱多美就是一直以来都是用强强联手，然后才能够提供这么好的产品，然后让全世界的人能够拥有大众精品的这种战略。我觉得今天身为爱多美的会员真的特别幸福。是啊，这么好的产品我们不上柜台，不打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我们的消费者从我们的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享受到来自全球的爱多美的大众精品，真的是太好了。是的，就像董事长说的，爱多美的产品呢就是有超高的性价比，它本来就很超值，所以每个人只要基本的了解之后呢，就会来体验产品，就会开始分享，真的不需要过多的说明，也不需要很专业，也不需要像每个讲师一样讲得特别的专业，每个人只要把自己好的感觉这种用好的这种体验感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就可以了。我觉得也确实是如此啊。这么多年来，其实每个消费者都不拒绝好的产品，性价比高的产品，对吧？所以呢，爱多美也是这十多年来，就是因为这四个字"大众精品"，让很多很多的会员、很多很多的消费者走进了爱多美，经营了爱多美。我相信未来中国的市场肯定从这一刻开始会越来越棒，你觉得呢，海燕？一定会的。那我相信有很多的伙伴们像我一样也喜欢我们的大众精品，但是他们同时也在思考，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大众精品的呢，美珍老师？我刚才讲到了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大众精品战略，对吧？那其次呢就是一个全球流通的这种枢纽战略，其实这也是爱多美立志以来一直要去做到的，那是在全世界找寻更高的高品质的产品、低价格的产品，符合大众精品这样的一个战略呢，流通到全世界。好，所以未来我们足不出户，我们可能也没有在中国，也没有在韩国，我们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拥有这个会员号之后呢，我就可以享受到，比如说来自美国的美国的什么？美国的食盐呢？包括这个我们柬埔寨的黑胡椒啊。包括我们今天日本的丝袜呀、叶黄素啊，包括中国的卫生巾啊，等等等等，未来会很多很多。那试想着，如果说今天未来我们中国生产的这些产品会随着全球流通枢纽走向全世界呢？你觉得这个对我们中国会员来说是不是很惊喜呀？一听到你这样讲就很兴奋。那未来我们中国制造会走向全世界，真的好兴奋。是的呀。那这个超链接的流通枢纽太棒了，没错，把全球的优质的产品都连接在一起了。那现在这个超链接的流通枢纽也把中国连接到一起了。是的呀，2020年7月10号是中国商城开业的日子，那天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其实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等了6年。哇，那当我们服务中心收到第一件产品的时候，我和我的伙伴们都激动地跳起来了。对对对，海燕老师，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当时的心情。当时的我们也是一样的，又激动又兴奋又感动。等来了爱多美在中国开业的日子。爱多美在中国开业以来，从上线的产品现在已经超过100款了，是不是？是吧？我觉得特别棒啊。然后有这个护肤彩妆，有个人护理，还有居家系列的，还有食品等等。所以这些产品当中呢，有来自于全球购的，还有来自于我们韩国保留的很棒的产品，还有我们中国生产的结合了大众精品战略的这种产品。所以呢，今天我们在中国的会员就特别的幸福，对吧？可以在足不出户的时候呢，就可以买到爱多美的这种很有体验感的全球购的产品，还有呢我们这种
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特别是韩国的这种很棒的产品，还有我们中国生产的这种本地生产的，减少了这种物流啊，减少了这种开支呀、啊，然后呢，性价比超高的产品，这样的话呢，我们想着未来如果说透过这种流通枢纽链接了全世界的话，作为我们今天中国的会员，每个人来说是不是特别感觉特别幸福？我也觉得是。是啊，一听了就很幸福。那中国商城一开业就深受中国老百姓的喜爱，所有的产品都是我们老百姓日常所需的产品。嗯，那我们的商城常常出现售罄的情况，而且产品限额限购。我们的牙刷到了中国以后就变成了一秒就买不到的牙刷。对呀、啊、对呀、啊、是这样的。这些足以证明我们中国老百姓对我们爱多美产品的喜爱程度。嗯，是的，其实这就是爱多美与众不同的地方，我觉得这家公司特别棒啊。那首先呢是所有的爱多美的产品都是每个消费者每个老百姓刚需的产品。那爱多美在考量产品在研发产品的时候呢，那首先会考量到，哎，这个产品是不是老百姓消费者所需求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这个产品的价格老百姓是不是可以接受的。第三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产品它的成分啊，对环境有没有影响呢，等等来考量。所以说每一款产品拿到我们消费者手里的时候，都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环节才能够到我们的手里。我觉得作为我们爱多美的会员真的特别特别的好，你说呢？是啊，能考虑到这么全面的公司，就能生产出让顾客感动的产品。是，那我们现在时代发展越来越快，其实现在市场上真的不缺少产品，是，但是缺少的是让老百姓能够真正的放心的安全的产品。那我们爱多美的大众精品能够带给我们安全的环保的产品，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真的是太幸福了。是的，真正的践行了以消费者为中心来开展经营的。对对对，没错。其实是的，因为爱多美呢，其实也不是说爱多美，就是每一家公司来恒定它这家公司的产品的受欢迎程度，基本上都离不开两个数据，一个是退货率，一个是复购率， 对吧？那爱多美在2019年在全球的营业额已经做到了86亿的人民币。哇，太了不起了。那同时呢，它在同行业当中它的退货率是最低的，因为只有达到了 0.19% 这个数据。好，所以说今天也就是因为这两个因素呢，所以让爱多美的这个产品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喜欢。聊了这么多，海燕老师，我都不知道你最喜欢爱多美的哪一些产品呀？其实作为一个资深的爱多美的爱粉，我款款产品都特别的喜欢。对对对，因为爱多美款款都是精品。没错，那也许是职业的原因吧，我比较注重护肤。那我比较喜欢我们的洁面护肤四件组，还有我们的爱诗洛特真颜系列，还有我们新上市的集中护理安瓶套装，这几款我比较喜欢。那我每天都会使用我们的清洁乳来给我们的皮肤做卸妆，在卸妆的时候皮肤很柔软，同时还有按摩的效果，就是做完了之后很软很软的感觉。那我每天都会用我们的洁面乳来洗脸，洗完脸以后皮肤特别的保湿，特别的滋润。是啊，每周我都会用一次我们的去角质凝胶，还会在每周都会用两次我们的色拉面膜。在色拉面膜再接下去之后，真的感觉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那种柔软度和那种透明度特别好。对对对，你要说清洁洁面护肤四件组啊，其实我也特别的喜欢，特别是这种色拉面膜。你知道每次接完这个做完色拉面膜那种感觉特别享受，那种又干净又紧致然后又细腻的感觉，所以我特别的喜欢。还有我们爱诗洛特真颜系列，这款产品从上市以后我就开始一直在用，而且我用的量也是非常大的。这款产品它有那种淡淡的晚香玉香，是的，味道很舒服，一打开以后就有那种很清香的感觉，让人特别的陶醉。没错，那这款产品呢，我在用的时候就感觉整张脸的细纹改善了很多呢。你知道吗，这款产品是我们的明星产品的。是，我知道。它曾经在韩国一年的销量就达到了1000亿韩币呢。是呀，其实这套产品不仅仅是你喜欢我喜欢，我相信屏幕前的大家都是非常喜欢的。是，对。是。我还特别喜欢我们的新上市的集中护理安瓶套装。那这是一款高科技的产品。这款产品它将我们的核心成分和我们的活性成分分开来装的。是是是。那像市面上有很多的产品，像一小支啊，
它还不是分开来装的，那这样的产品价格就很昂贵。对呀，对呀。像我们这种分开来装的，而且一大套才600多块钱，是不是很超值？太超值了。那我用上这款产品以后，我就觉得我整张脸都紧致了不少呢。嗯嗯嗯，是。我有一个伙伴呢，他看到我皮肤的改善以后，把他所有的产品都换成了爱多美的产品。肯定的。然后还一直握着我的手说，说我真的帮他省了很多钱呢。是啊，是啊，每个人都是这样。嗯。对，其实你要说我，你刚才讲的你那些产品，你喜欢的我都喜欢。你要说我喜欢什么产品，我觉得爱多美的每一款产品，我跟你一样的感受，每一款产品我都喜欢，用上一款就爱上一款。你刚才讲的这几个系列呢，我每天都在用，我也超级喜欢，特别是刚刚上市的集中护理安瓶这个组合，从上线的那一天开始，我从来都没有落下过一天。整整两套的时间用下来之后，我所有的人都说我的皮肤真的越来越好。所以呢，就是每次看到我自己的皮肤，我就特别享受这个感觉，因为这个集中护理安瓶真的让我整个皮肤的状态以前已经很好了，现在就更好。好，包括我刚才讲到的，除了集中护理安瓶以外，除了护肤品以外，我还特别喜欢彩妆。有没有感觉我平时都很喜欢化妆，对不对？是啊，我这次看见你比上次又年轻了很多。对啊，因为有一句话叫做女为悦己则容嘛，我相信爱美的女性是每天都在追求的。那我也是20几年来，我除了保养，除了护肤以外呢，我还会让每天让自己美美的出场。好，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今天用的这款爱多美的气垫粉底。你知道吗？今天如果你脸上有一点点这个黄褐斑呀，有一点点毛孔比较粗大呀，皮肤感觉不够透亮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一下，因为这个爱多美的气垫粉底它有遮瑕的作用，它又有保湿，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它的持久性很强，早上用过一次，到晚上都不用补妆。我可以说这款产品都不用照镜子，就是不用化妆技巧，随便涂都不卡粉。我特别的喜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有防晒系数50倍哦，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它的性价比。我以前用的彩妆，我买一个抵这个好几个呢，是吧？对呀，就是用了这个气垫粉底之后，让我省了好多好多钱。嗯，那很多人就会说，哎呀，这个气垫粉底毕竟是粉底，然后它对我的皮肤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影响呢？其实在这里可以说。只要你化了这个彩妆之后用正确的方式，其实是完全是没有影响的。就像我用了20几年的彩妆，然后我除了护肤以外，我很重要的一件事就要做隔离，就是爱多美的一款产品，我相信你也在用，对吧？对，就是那个隔离霜。那这个隔离霜呢，它既有防晒又有隔离，最重要的一点就它可以把一些粉质啊，空气当中的一些飞尘啊，包括气垫粉当中的粉质做一个很好的防护的作用。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我们一天下来的一些妆容能够保持得更好，这是我很喜欢的。太好了，对，这两款产品我也一直在用，肯定的。像平时的时候，我们有很赶的时候，时间来不及的时候，那我就会用我们的喷雾喷一下，然后打上隔离，涂上我们的气垫粉，化个彩妆，然后就去出门了。是是，特别特别好。那还有呢，其实要说起来，产品实在是太多了，太多了，都很喜欢。你看我今天这个头发也是用爱多美的这个。洗发水系列啊，然后呢，洗护发系列这种组合来清洗的，因为我的头发呢，就选择一款适合我的头发，就是的洗发水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我这个头发你看又细又软，然后每年呢还有2-3次烫染，所以呢，就是每次去国际的酒店也好，然后国内的酒店也好，只要入住哪一家酒店。不管去国外也好，我也还会拎着。为什么？因为一般的酒店大部分都是一些2合1的呀，3合1的。你会发现洗完之后呢，会虽然很滑也很顺，但是到中午到下午的时候就很塌，很黏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过。同感。对啊，所以说呢，就是爱多美的这款洗护系列呢，就会解决了我大麻烦，就把我这么多年来的不敢去尝试改变的改变了。
啊，太好了。那海燕老师，你知道这套草本洗护系列当中的它的成分有一个很特别棒的成分是什么？你知道吗？是生猫丹这个成分。对对对，就是这个成分。生猫丹这个成分加上九种草本植物的提取物，是一打开以后就会有一种很浓郁的那种草本的味道。对对对。那如果我们在洗头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的护发素，头发就会更加的顺滑。是的。那像我这种短发，平时洗完了以后呢，就非常的好打。加上我每次使用的时候会用上护发素，然后呢每个月我再会做一次一到两次的这个发膜来护理。对，我也是啊，从前经常去美发店在那里存钱啊什么的。那自从我们用上了我们自己的草本洗护发系列，真的不知道省了多少钱呢。对呀、你看我们以前做一次碳钱护理、染钱护理做一次都很贵、对吧？对，而且一整套三瓶也只要160块钱，所以说就让我们所有的这种以前省了不知道省了多少钱的， 对吧？像对于一些经常烫染的，对于头发很毛躁的这些人来讲，我们的草本洗护发系列是最好的选择。是的，是的，没错。美珍姐，我常想，我怎么这么幸运的遇到了爱多美？对呀、我也是呀、真的是这种感觉。对，在使用了爱多美优品良价的大众精品的同时，在经营这份事业的时候，获得了美丽、健康、时间自由，真的现在幸福感爆棚。我现在有一个使命、就是想让中国的每一个家庭都能使用上这么环保的优品的爱多美的大众精品。肯定会、你看、爱多美有大众精品战略，有优品廉价的产品、还有 GSGS 流通的枢纽，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越来越多的经营者走进爱多美。我也相信从这一刻开始会链接到更多更多的人走进爱多美，你说呢？其实作为爱多美的经销商来讲，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体验来告诉大家，经营爱多美这份事业真的很简单。是因为爱多美的产品都是老百姓的刚需日用品，而且还没有中间差价，并且我们爱多美的大众精品人人都可以接受，那未来一定会走进每一个家庭。那我们在推广爱多美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自己使用好了以后，真心诚意的来和身边的人分享，让他也用用看做做看就可以了。其实真的是这样，没有人会拒绝又好用又便宜的产品，你说呢？是的。就像董事长说的，每个人成为今天站在舞台上的那些老师们，他们都是因为最初衷，都是因为喜欢上爱多美的产品，用上爱多美的产品，所以说今天才会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对，所以说今天屏幕前的大家，屏幕前的家人们，如果你今天不管要不愿意来经营爱多美，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尝试的体验一下爱多美的产品，因为体验上爱多美的产品之后，就会爱上，可以让大家对爱上的同时，可以让大家节省的同时，可以提高我们最棒的生活方式，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所以欢迎大家一定要来体验爱多美的大众精品哈。最后，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有缘结识爱多美，能够与爱多美结缘的人都能够在爱多美里面获得美丽和健康。我们在爱多美等你哦。